不像是我们要找那个人。但是有一点让我很奇怪，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Are you trying to trap me？ 我觉得不太对劲，这么干耗下去不是办法。李华要是不栽个跟头，我们也不会有机会。电话挂断了。对方好像永远踩在我们前面一步。你确定他没有什么隐瞒吗？棋都下到这一步了，还会跳反吗？这个说不好，线索有限，形势并不乐观。鼎华内部的人是谁？我们又猜错了。什么情况？他被人跟踪了。真想不到是他。不会吧？这件事不能着急，抽丝剥茧，我们也得慢慢分析。你杀过人吗？